东东回来啦！哎，阿姨好。给您拜年啊！新春快乐！阿姨啊，您看上去很面熟，就感觉很有亲和力。<笑>你看看你同学都会说，咱们呀这都是缘分。就感觉在哪儿见过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对了，东东啊，你跟你同学坐一会儿，吃点水果，还有瓜子。 妈去跟你们煮点水饺吃。不用，我跟他刚刚吃过饭。是吗？就是睡觉。哦，没事妈，我饿。我是。吃点水果什么的啊。行行行，招待好你同学啊。麻烦阿姨了。放心放心。嗯，还是得是阿姨包的饺子，跟我自己包的完全就不是一个味儿，没法比。东东啊，你们俩先吃着啊。 吃完以后啊，去洗个澡。今天是大年三十，您可是初一，洗得干干净净的啊。阿姨，我就先不洗了，我没带睡衣。哎呀，那怕什么呀？你就穿东东的就行了。好，不行，妈，我不给他穿。嘿，你这孩子，那小灰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给他穿啊。<笑>谢谢阿姨。妈，你等一下吧，等我吃完我来铺吧。啊，没事，我来铺。 今天我睡沙发。哎呀，那哪行啊？你是客人，不能睡沙发的。没事儿。哎，要不你们小哥俩去睡床吧？那床挺大的呢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去睡床吧，沙发不铺了。<笑>多吃点小茴啊。好。<笑>你睡觉不挤人吧？当然不挤了，我睡觉从来不挤人。那你打不打呼噜？
哦，好凉。哟，小辉啊，嗯，快来，赶紧吃饭，一会儿菜都凉了、哦、啊。来，谢谢阿姨，这是你的。哦，这也太丰盛了。这个鱼啊，是那个东东做的，他的厨艺可比我好，吃吃看。你做的？怎么了？还挺好吃的。那当然了，这要是以后给你当个厨子，也够饶你啊。那当然了。哎，阿姨，哎，您跟林东都做饭了，那我肯定不能白吃。等一下吃完了，我来刷碗。那哪行啊？你是客人，你多吃点这个鱼，补脑子的。上学呀、啊，这是可是要营养够呢。哦，多吃点啊，你也多吃点啊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不光脑子不好，脚还有点臭。谣言，完全就是胡说八道啊！说我脑子不好可以，你脚臭完全就是你自己鼻子太敏感的问题。我实话实说啊。别管他，哎，别管他。哎哎哎哎，小辉呀、啊，嗯，你那衣服底下是不是破了？胳膊肘底下，哪儿啊？往回拉，看见没？哎，你看、哦，是吧？是是是，我看到了。没事，有可能是哪天打篮球不小心划破了，我没注意。回头我把这件衣服扔了，我再买一件新。别呀，一会儿吃完饭，阿姨给你缝一缝就好了。先吃饭吧，啊，吃，多吃点啊，多吃。来，东东啊，你也多吃点啊。好。要是喜欢呀、啊，以后就经常到家里来啊。没问题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别动啊！有没有听到大海的声音？有，有听到智慧的回响。不应该全是水吗？怎么可能？我知道你说的哪个水，知识的海洋。一点都看不出来。妈，你吃一个。小辉呀、啊，嗯，你这个衣服太薄了，你也不能光为了好看，那不保暖也不行啊。没有阿姨，我穿的还是挺暖和，一点也不冷。也是，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就是火力旺。要东东给他买的衣服啊，他也老嫌热不穿。我什么时候不穿了？好好好，哎，你说我上次给你买的那个保暖内衣，你就没穿。妈怕你冷啊，还特意给你买的加厚款的呢。睡了吗？我睡不着。睡不着自己数羊。明天我奶奶就回来了，谢天谢地啊，你可算是要走了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要精神衰弱了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夸张。你不是嫌我家热水小，床板硬吗？要走赶紧走。但是说归说，我还是挺喜欢待在你们家里的，就很像一个家。宝贝孙子，哎，想奶奶不？想了想了想了，想死你了！啊，你爸，嗯，公司有事儿，到国外出差去了，今天一早啊就走了。嗨，谁管他呢？哎，咱们进屋去，走吧，奶奶。好嘞，我来拿，我来拿。
没事，我看。来，走走走。你家啊，嗯，你都瘦了。没有，我在别人家吃的可好了。肯定没正经吃饭。我真的正经吃的，同学给我做的呢。真是。辉哥。哎。马明。你想我吗？恶不恶心你？辉哥，嗯，你变了。怎么？你不爱我了？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！辉哥，嗯呢，这是我给你带的早餐，你快尝尝好不好吃？谢谢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嗯，好吃的。那你明天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带。嗯，不用了，我可以自己买。没事，我帮你买。我家楼下全都是早餐店。这样啊。嗯，那就谢谢了。对了，你那个作业写完吗？写完啊。我昨天看了一眼，有两道题特别容易出错。你一会儿我帮你看一眼吧。好。有的时候。成全别人也是一种美德吧。你说啥呢？一句也没听懂。啊，你真题做对了。再长大点你就明白了。辉哥，你怎么又欺负你徒弟啊？啊，这怎么叫欺负呢？他又如果不是亲徒弟，你做到这个份上吗？啊，走走走，大舅去，进去。哎，可可，新上映的电影你看了吗？没有啊，好看吗？太好看了！我跟你说，绝对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看的电影。那你跟谁去看的？我妈。别提多尴尬了。我的天哪！这个片不应该和喜欢的人一起去看吗？对呀、啊，哎呦，我太羡慕他们那些成双成对去看的人了。蓝妮蕙，你干嘛呢？今天阳光特别好，不是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那电影可好看了。情侣必看，年度巨献。那就这样。周末晚上7:30，两张连座，搞定。徒弟，那你的早餐？既然你每天都给我带美味的早餐，那么作为师傅来说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的消息。我对哪个球队哪个成员又赢了球又拿来 MVP 可不感兴趣。不是篮球，嗯，是林东。林东他怎么了？林东呢？他想请你看一场电影。但是他不好意思说，于是呢就拜托到我了，我呢只能勉为其难的帮他这个忙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好消息？总之呢，取票吧，我已经发到你 QQ 了，记得准时啊。Beauty in common things. Beauty in common things is different part of China.Each different part of China. 哎，我们这个周末去看电影，为什么？最新上映，不敢后悔。我问你为什么？就正常的团建娱乐活动啊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去去，就咱哥俩，票都买好了。功课能做完吗？能啊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行吧，票发我。
The most common things. The most common things. 小花，熟悉路线，润湿衣物捂住口鼻，木城电梯，贴墙前行，弯腰逃生。对不住了，兄弟，我有急事，实在是走不开了，就把电影票给夏小花了，记得回来跟我讲剧情啊。今天你来了，你今天约我出来，我本来以为你是要带我去补课呢，没想到是看电影啊。那我先去买爆米花。现在时间还早，不然咱们先去个地方。啊，快走。好，看我给你表演。再来一次。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算了，是我跟他没有缘分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帮你。就那个熊猫。啊。算了，抓不到很正常，他们就靠这个赚钱的嘛。咱们去看电影吧。不，今天我一定帮你抓到一个。抓住了。他忙着呢，啊？那你们明天的演出什么排练？明天您这儿缺伴舞的，我们倒是可以来给您客串一下。什么意思？主唱带着我们转型呢。转什么型啊？你就别问了，说多了全是泪。那我明天的演出不会给我耽误了吧？老板，要不然明天我们就不唱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主唱没时间啊。说你们这叫什么事儿？静辉，蓝静辉，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不择手段。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 Captain 陈俊吗？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五班的人吗？你还好意思配我叫你师傅吗？你
卑鄙！你无耻！卑鄙！无耻！无耻！卑鄙！无耻！卑鄙！无耻！卑鄙！卑鄙！无耻！站在枪！就剩一口渣渣了，这渣渣都是精华。老师，我们饿到发昏呢。你的昏是喝酒喝的吧？没喝多，来排练的。准备排练。班长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啊？我答应你了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你投的币都够买20个娃娃了，抓了一晚上了。我抓到了！我抓到了！这么丑？不行不行。我要抓到你最喜欢的那个啊！不用不用，这个已经很好了。真的吗？可是没有，可是就这个吧。都抓一晚上，电影都错过了。我只是从小被要求事情一定要做到最好，然后我就习惯了。做人嘛，不要强迫自己，要洒脱一点，像我一样。我再去买张电影票吧。刚说完嘛，做人就要像我一样洒脱一点。是，那我们接下来去干嘛？累了，回家吧。Morning 啊，徒弟。我的早餐呢？徒弟，我的早餐呢？二徒弟，昨天电影好看吗？昨天电影好看吗？昨天的电影好看吗？啊？哎，不是，哎，你俩为什么不理我呀？小花，小花同学，哎呀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昨天是真的有事儿，我才耽搁了没去成，行吗？幼稚。哎呀哎呀，徒弟，以后不许这样了，害我。害你什么？没什么。没什么，那我早餐呢？看你表现。不是，徒弟，给我留一个蛋清，或者你吃什么蛋黄也可以。你们俩书包都不拿，能去哪儿啊？没有领情。好心当驴肝肺，识途而已。奶奶回来了。哎呀，宝贝孙子回来了。嗯，赶快洗手吃饭。嗯。哎，学习累了，怎么这么没精神呢？没有啊。可能是太饿了。奶奶，今儿都吃啥？都是你爱吃的菜。
你爸爸回来了，在书房呢，叫他下来一起吃饭。我家还有锅。好的，乖孙子，起来起来。小王，今天记得给学校汇款啊。林东这孩子确实挺懂事的，平时的时候也是尽心尽力的辅导小贵的功课，所以这钱啊一定要按时给，以后就不用我再提醒你了啊，记着啊。啊，先把这些题做了，做错了我再跟你讲。不想做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不想做卷还有理由吗？必须做。走了，来边，出去溜达溜达。太闷了，一分钟待不下去了。哎，不是。不想做还有理由吗？找我干嘛？走了，走。辉哥。好了，讲了。辉哥，干啥呀？你俩吵架了？蓝正辉他怎么了？不知道。你怎么？你睡了吗？这里的重点我都标出来了，你看一下。打反了。不是说看书吗？也没记正反。今天把这张卷子做了，放学我在自习室等你。故意的吧？没有啊，你不让我写吗？写完了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要耍小孩脾气，我也不是一定要在这儿帮你。你现在半死不活的状态给谁看呢？蓝静辉，你之前好不容易有点进步，现在要半途而废吗？我告诉你，学习这件事儿只能靠你自己，你要是不想学，谁都帮不了你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儿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用你管吗？
我不管。几秒钟就好了。我给你拿一条，哪个是你的？都是你的吗？我说你别用我的，我再给你找一条去。用一下会怎么样吗？过于帅气了。